马桶搁这生闷气呢，谁都不搭理，自己藏在笼子里面，爱谁谁，四仰八叉的睡大觉，啊，霸占个笼子，豆豆想进去陪他呢，丢丢也想进去陪他呢，马桶不让，马桶不让，你看丢丢在外面看着，就是不让，谁都不让陪，头为啥这么大的气性呢？头为啥生气呢？我跟大家说一下啊。故事呢，就是马桶的脚跟马桶的脖圈之间的故事。马桶这个脚不是还流着血呢吗？大黄就挺心疼的。然后呢，大黄呢，今天上午呢，趁着我不在的时候呢，就把马桶那个脚给它挤了挤，然后上面还磨了一下那个碘伏，把这个脚在碘伏里面泡了将近有5分钟，两个脚都泡了。泡过之后呢，大黄就把这个脖圈给马桶套上，把它关到笼子里面，生怕它自己舔到这个地方。哎，结果嘞。等大黄进来的时候呢，马桶自己不知道怎么地把这个脖圈给去掉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就给去掉了，然后就是狂拆呀，就拆这个脖圈。大家知道马桶之前已经拆过很多脖圈了，这是最近新买的脖圈，又让这个家伙给拆的。你看他拆的最过分的不是说他光拆脖圈呢，他拆过脖圈之后呢，他把自己脚上的碘伏啊舔的那是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啊，以导致他在笼子里面吐了好几泡。哎呦，吐得难受，吐过之后整个狗就萎靡不振了，然后呢就谁都不搭理。大黄发现之后呢，就赶紧过来给他清理啊，清理之后呢，然后就哄他，不理大黄啊。大黄抱着他看电视，不理大黄啊。大黄喂他吃的，不理大黄啊。啊，我是出去办事了，我回来之后呢，马桶一脑袋扎到我的怀里面，跟我抱屈呢，跟我委屈的呀。现在马桶只理大黑，不理大黄。大黄现在已经进入马桶的黑名单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就是其他狗在外面玩，马桶就自己在笼子里面生闷气呢，四仰八叉的，四脚朝天的生闷气呢，啊，气饱了就气累了就睡，睡醒了就气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再睡再气啊，无限循环的马桶，那这个气性呢？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不知道大黄为了你好啊，你不知道大黄为了你好啊，咱家最疼你的就是大黄，啊，最疼你的就是大黄。这个没心没肺的东西，你还生大黄的气了你啊？啊，咋的？给你戴个脖圈不是为了不让你舔吗？你看你能耐大的，脖圈你都能拆了你，你还怕啥呀你？啊，先求欢，你不能生气了啊！出来，出来嗨，出来，出来嗨，出来玩，快点！你躲里面算干啥的呀？出来！我跟你说，你要不出来马桶，你要不出来，你不出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出来，你不出来马桶，你出来不出来？出来！不行，我还不能批评你，我要再骂你，我要再批评你，一会儿你连我也不搭理了，对不对？那不行，那不行，算了吧，马桶你出来吧，乖乖。啊，哎呀，咱有啥好好说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啦，出来，出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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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出来出来。咦，熊样子呀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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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玩。走，肉蛋不搭理他，对嘛？好，肉蛋走，一块去玩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玩去。个傻子。